每声餐厅的何首乌鸡汤堪称一绝，汤头浓郁醇厚，让人一口难忘。那鲜嫩多汁的鸡肉，滋补的味道，满意每一口，都让人感受到无限的美好。哦，何首乌鸡汤，汤头浓郁芳香，滋补的鸡肉，每一口都令人难忘。不论家庭聚餐，还是朋友聚会，都能感受到这份浓郁的爱与美味。都怪土鸡和手无敌忘记每分待意哀怨，家庭包也有留有无缘的选择，根据用餐人数和适量选择最合适的分量，在一餐或两餐内享用完毕，保持最佳口感。哦，何首乌鸡汤，汤头浓郁芳香，滋补的鸡肉，每一口都令人难忘。无论家庭聚餐还是朋友聚会，都能感受到这份浓郁的爱美味。住在新营的朋友不需担心路程，可以选择外带冷藏包，方便又快捷，不需退冰，只需简单加热，就能在家中享受这道滋补的美味。哦，何首乌鸡汤，汤头浓郁芳香，滋补的鸡肉，每一口都令人难忘。无论家庭聚餐还是朋友聚会，都能感受到这份浓郁的爱与美味。民雄餐厅的何首乌鸡汤永远在心中流传，浓郁的汤头，滋补的鸡肉，是我们的最爱，每一口都是幸福，让人心满意足。这道何首乌鸡汤永远让人念念不忘。